当九零后成为了老师。这么多作业有啊！我吃一口青菜。有哪个人啊？大家辛苦了，考一天试辛苦了啊！点了个肯德基，试给大家看啊，缓解一下疲劳啊！这节课大家把那个愤怒用在那个背书上啊，给你们再背会吧啊！背个20分钟啊！大家，我是长发好看还是短发好看？好看，滚蛋！不听班主任话的后果。欢迎关注，分享快乐。